老师，今天是12月11号，起了一个大早，为了来台山海燕师姐的称许赶集，一大早就起来了。现在已经来到海燕市长附近，今天旭日的话人是非常多。买的阴西啊，很多是小商小贩。拎唔到啊！拎唔到啊！幫你影下啦。
是吧？干嘛呀？往目标上欣赏一下，不行吗？啊，讲嘛讲嘛，老板说你是吧？下班嘛是，买包车买老不讲没啊？你讲没搞，根本要管的你呀，根本哪个激情管你的？来来，我搞你嘛，对吧？上门过来，上门。没装，没装到啊。你的咩词啊？咩红豆糕嗰啲北冰洋嗰啲红饭。芋头糕啊嗱，几多钱一嚿啊？一蚊。一蚊啊？帮我攞红豆糕啊？帮我攞两嚿。我食醉啦，今晚我食醉快啦，唔系可以哪买都买芋头糕，唔买都好啊，但系我等唔到啦，我食醉又讲买食饭俾你啦。你要两个吓？系啊，攞两嚿俾我。简直是人头转动，都是老年人居多，不过也不少的年轻人。他这个海燕西是逢一六四十一日，就是每个月的。生蚝卖几尺斤啊？吓？八十啊？八十。七十。嗯。哦。哦，哇，都好大只噶，超大只。干活啊，这些干活啊。
些是鱼翅，同时卖海鲜鱼类的。应该玩。